问一下我们买超，你有什么漫画让你印象深刻？我应该这样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棒！我是《航海王》的忠实粉丝，我追了20年，从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追。哎，佳妮有什么漫画吗？让你印象深刻的？我就喜欢那些什么《代表月亮消灭你》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然后《美少女战士》是吧？对对对，《美少女战士》。女生跟男生看的动漫还是有点不一样啊。嗯，舅舅，你有看过动漫吗？哎，你这个话侮辱性不大，伤害性极强。我什么叫我收集？哎呦，漫画哇，资深的。我的成长历程里面，我觉得给我最大的点燃的那一团火是《灌篮高手》啊。你看那个画面，你就觉得哎，这是在我自己曾经燃烧过我青春的那一段岁月。《灌篮高手》是启蒙我打篮球的一个动漫。嗯，对，我会就是边看边学。都已经聊到了《灌篮高手》，我们一起来投个篮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各位。马上进入循环接力投篮赛，场上的六位分成两组，分别呢要在最近、中近和最远三个点，要从最远的点开始投篮，连续三球连进才算完成。哇，这太难了！现在首先有请 A 队就位。这太远了。这太远了。没事，相信我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是必须得进吗？必须得进，你不进买超要重新投。没事，找着感觉了。哎呀，好紧张。伦哥，来，伦哥加油！有了。啊，对不起你。没事，我对不起你。有了。好。有球感了，有球感了。哎，加油！有了！一二三，哎哎，哇！神头！哎呀，我！哇！我感觉我们可以投到就是大厨上菜，绝对可以。好嘞！耶！最后，哇！刚才那一轮游戏的 bug 就是我们的伦哥一个人。好了，现在到了 B 组了，我们的三分线是由郑宁。加油！不要耍帅了，好好投了。哇哟！哇哟！